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作为地球上唯一的智慧生命，我们人类时常会骄傲于自己对环境的改造和利用的能力，也常常为自己建造的宏伟建筑而感到自豪。可是许多人并不知道，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建筑群并非是人类建造的。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情况下，一名叫做史蒂芬·马丁的昆虫学家在谷歌地图上看到了巴西北部的一些奇特土丘，它们密密麻麻地占据了整个东北荒原。由于这片区域实在是太巨大了，其面积甚至超过了我国江浙两省。除了谷歌地图外，人们甚至可以在外太空看到这里。这些数量巨大的土丘究竟是什么呢？接下来的研究让许多人为之震惊。这些土丘并非是自然形成的奇特地貌，而是生活在荒原上的白蚁群在上千年的时光中铸造的王国和城池。这些白蚁也是当地的独特物种，其身形巨大，远超普通白蚁的大小，锋利的口气让这些建筑师可以迅速挖掘和建造出一条可供通行的道路，而随着挖掘被排出的土壤则堆积在地面上，形成这些鳞次栉比而大小类似的土丘。这些白蚁在这里生活了四千多年的历史，让他们对这里的改造已经趋于饱和。科学家们在对这里进行考察后发现，这个蚂蚁王国里生活了将近2亿只白蚁，这些生物将整个区域挖掘出了大概10立方公里的空间。令人欣慰的是，人们对这个传承上千年的国度也保持了尊重和敬意。在对这里进行了调查后，这些蚂蚁的生活并没有受到人类的破坏，直到现在它们依然平静地生活在那里。小伙伴们，你们想不想去看看这个传奇的蚂蚁王国呢？好了，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欢迎大家点赞评论，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